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今天的时光台，我是张小颖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The Room》。那因为很不幸的，哈哈哈哈，它没有中文，它木有中文啊，所以相亲啊，我们又只能靠我这个很挫的翻译了，啊哈哈，这是一个神秘的柜子，里面想必是有什么东西，可能是这个房间的钥匙。那我们想必是要打开这个门，这个箱子的。这里有一封信，拿到一把钥匙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看到这个信，你让我在我信没有看，你让我看，啊，烦了。让我看信好吗？我看看啊，如果你喂我，我会活下来。如果你给我喝东西，我就会死翘翘。下，先让我再把这个信看一下，我刚刚没有仔细看它。大概就说你来了，然后就说反正我就是个好奇的家伙。然后他就说我在找的东西就在这盒子里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。啊，太小，字太小了，字太小所以这玩意是一个放大镜，应该是吧？我不能，居然可以放这么近！
现在呢？哦，一个神秘的小钥匙孔。线索。哇塞，这应该是线索之二。空气。我们现在看到三个线索。椅子脚，这个。我们应该用个什么工具才能把这个东西弄下来？这是水，应该是要这个火的这个。好，再倒一把钥匙。是开这个的吧？造型一样吗？啊，拿到了一个到了一个一个突然变成一个有点科幻的，我操，好像突然变成了恐怖片一样。这是什么鬼啊？这有个奇怪的，难以言喻啊，这个东西。
地板上也是有很多很奇怪的花纹。现在我们要找，这个钥匙可不可以用来开这个？你们是同一个牌子的钥匙吗？看来不是。但是它可以转造型。歪歪的。我直接全拼错吧，难怪找不到。开了，更多的盒子，搞嘛！有必要这样吗？现在我们这个解开的第一个盒子，我们现在要面对第二个盒子。打开这三道锁。我就可以看到盒子里有什么东西。我擦，这个眼睛看起来挺可怕的。先拿出我们的神秘滤镜。三个点点是什么鬼？目前看起来很普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们每个部分，我们详细给它观察一下。你看起来长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是不是有问题？说，是不是你？一个星星符号，好吧，看来有问题的不是你。好，继续。这应该也是一个需要钥匙孔。看起来有问题的也不是他。这玩意儿里面有一本书。他说，在土地跟火之间，水跟空气之间，那不就是那个盒子吗？有一个什么最后的元素，零的元素，
它包含了所有的东西在里头。哎，管它的不重要，反正我们解这个谜就是，管它什么跟什么呢？谜解，这就是了。现在我拿到了一个。很明显是一个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密码。这个我们等下再看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，他是开这个的吗？看起来不像哦，应该不是他吧？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，这个还比较像一点。下也不是，哎呀，好恶心哦！从这个角度看，是乱可怕一把。我刚刚好像有，哦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他。那个不要乱，没有那个，我玩一玩就没有继续玩下去。哎，不是你吗？等一下。这个，看一下，是吧？就是你吧？就是这家伙吧？这不能开吗？等下，这是要我收集完所有的四个线索，我才能开这个东西吗？混蛋！哎，等一下，这玩意儿，该不会跟这玩意有关系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有人来找我。又回来了，刚刚是我们的资源回收小天使哎，我知道那什么意思了。想了一下，应该是指这个的柜子吧，里面那个柜子应该是指这个的位置，所以我要找到另外三个的位置，就是这样。这是一个什么东西？这可以转，哦，变长了，这看起来是一个望远镜啊。这看起来是一个望远镜啊，能干嘛呢？这望远镜能干嘛？是望远镜吗？这个剑的符号，等一下。我们还是认真的找另外几个线索
线索在。为什么你也长得跟别人不一样？哈一个。这是什么鬼？一根烧过的香烟吗？这什么鬼啊？这什么鬼啊？完全不明就里啊！完全不明就里啊！什么东西啊，这个？一般的一串数字，哎，这个是这边是57，那上面是零吗？那下面是什么呢？建哥，我看不到下面那个，下面看不到啊。哎，五是哪边啊，混蛋？五，呵呵，好，五是左边，七是右边，下面，这是他是不是想表达这是七？还是不是？哎。好，上面是二。上面是二，下面是，这还是二的意思吗？好吧，管他的，这边先放五看看。上面是二嘛，这边是七嘛，这看起来也是七。不是七的话，就是二喽。哇，结果是六，混蛋，数学问题，可什么烂组合，气死我了。嗯，这个玩意儿看起来很适合摆在这里。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？我可以看一下吗？不可以。就是让我装上去，高兴一下，是吧？这又是什么鬼嘛？哇哦！一个小纸片儿，哦，在说什么？我的研究进展很缓慢。这个跟刚刚那张纸写的是一样的东西。没什么帮助。哦，看起来是一个精密的小机关。哦，搞了半天，原来这个玩意是这个的啊！
TRIAL，TRIAL，对吗？TRIAL，温馨，还主动帮我打开。我先把这个 TRIAL 给它打上去。TRIA，怪怪的，怎么看都只有四个字啊？很遗憾，你只能打4个字。那看来，这玩意儿，看来这玩意儿我排错了。如果有排错，那应该是这里给错吧。我这个就纯粹是在折磨我的眼睛，对不对？他倒是告诉我。差在哪？你这个。有必要这样子吗？你这个游戏。我怎么看都觉得差不多啊，混蛋！有没有必要这样子你？这样子有没有对症啊？好像没有。这样子呢？好像还是没有对症。这个盘子本身不是很平诶，我发现。天呐！这玩意儿，如果转对了，应该是这个小门会打开。如果转对，那个小门会打开。我觉得挺完美的啊。
你不觉得这样挺完美的吗？不行，我没有。啊，混蛋，原来有这个东西。啊，早说啊你，死猪头。哎，哎呀，原来 L 在这儿。哎呀 ，L， 你藏的好。去吧 ，L。等一下，我那个字我有没有拼对？等一下，哎，这个啊是 A L， 好了，俺知道了。英文不好，这英文不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还有两个，又是这张纸，它不会每张纸都写一样东西哦，不一样啊。我也还有编号的，它少了一个部分，它少了什么？少上面的东西吧。这边有一把钥匙，这边是一个，看来就是要插钥匙插在这里。这里有一个，这里看起来需要大量的钥匙。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是一个什么鬼？等一下，这个符号，二五，这边呢？有没有东西？这个符号跟这有关系吗？像是没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边又没有。没关系。哎，等一下，所以这玩意儿也是一个吧？这玩意也是一个吧？这样我们这两个已经确定了，就差这两个。好，我们先试试看能不能找到。绕一绕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这张纸，
没有什么秘密。底下是不是东西？还是这只是一般的水珠？我想多了。看起来，哎，这边有一个，左上角是这个造型，左上角，那我们这个暴力解法也能过啊。好，拿到一把钥匙。这把钥匙造型，挺奇怪的，像是开什么呢？不够大，尺寸不符合。是他，我只能说这乱恶心一把的。咱们现在拿到了一把钥匙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把钥匙要，还是是你吗？好，也不是你。不是你，那我们还有哪里有钥匙孔可以插这个钥匙啊？一个星星。里面好像有东西，看到吗？泛着蓝色的光。这把钥匙是我目前可以得到的最可疑的东西，但它不知道是用来开什么的。难道直接可以用来开这个？也不行。看来看去，最可疑的蛋就是这个盒子啦。它少了什么东西？它少了一个部分，可是好像不是这个钥匙能搞定的事情。这个钥匙这边大小，还要说尺寸又不对。造型对了，可是钥匙的大小是不对的。
造型对，大小对，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把钥匙变大吗？要这种有这种方法，我不会去变大房间吗？我还跟你钥匙玩耍。说起来，刚刚那个神秘的那个什么东西，居然把它收进去了。挂回去，不能挂回去。形状对了，可是大小不对。形状对了，可是大小不对。莫名其妙又多了一个线索，可能是拿到这把钥匙的关系吧。剩下这个。我有什么办法把我的钥匙变大吗？不可能吧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还是觉得这玩意儿挺可疑的，是我真心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办。二跟五，他们又各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不能再动了吗？不能。好吧，我觉得卡关了，是不是代表我该休息了？每次卡关，我觉得就代表我该休息了，它代表我今天可能。进度只能到这，这个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？还有，为什么这个锁完全没有反应？为什么它完全没有反应？一般来说，如果按错了，通常它也会显示我按错啊，可是它完全没有。它完全就是毫无反应，我就只是一个盖子。你说它是不是有点可疑？对不对？还有你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造型对了，尺寸却不对？你也很可疑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很可疑，你一定有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
好可压啊！钥匙造型对了，尺寸却不对，这个问题大条啦！这个问题大条啦！有这个谜一样的数字，难道二指的是二号 size， 五指的是五号 size 吗？有这种东西，这种意思，我就不相信了。但好吧，我觉得我今天既然已经卡关了，我就必须接受卡关这个事实。我们就是明天再继续吧。这个星星一定有什么地方是我漏掉，里面有个蓝蓝的东西，好想知道里面是什么。但也可能是他贴图错误，哈哈。比如说，有没有什么盖子是可以掀开来的啦？好像没有。但是里面真的，我看到一个蓝蓝的东西啊！不行，现在就是卡。好吧，我觉得我应该实事求是一点，就是我今天应该就先到这边吧。我明天，哎，原来这个第四个符号在这里啊！我现在才发现原来第四个符号在这里，呵呵，看到吗？就是刚刚那个墙上的第四个符号。原来写在这里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这边有一个方块，其实这个东西它其实像是一个盒子，它像是可以拿出来的。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把这玩意儿弄出来，但它其实看起来是可以拿出来的。好吧，回到正题，我们这个今天先到这里，明天我们再继续吧。卡关的话都是得这样，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吧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，拜拜。